一首女人的苦送给直播间的每位好朋友，希望大家关注18111782649。女人多么伟大的两个字，女人想得很简单，我们只想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可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个女人被无情的伤害？一个女人愿意等待，陪伴着你。男人说，你等我，我会努力给你幸福的。男人们，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女人这一辈子最值钱的是什么？是青春。几年过去，你们身为男人，狗屁都没有做到，还是在原地踏步。当你身边的那个女人离开你的时候，如果你说她是骗子，那我告诉你，曾经说陪她到永远，可是现在要转身离开，是个人都明白，你们男人才是骗子。可是这个女人不会说任何话，她只是离开了。可能在你们男人的心里会说，她是个拜金的女孩，为了金钱。但我告诉你兄弟，在你最苦的时候，这个女人再次回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会懂得天下间的女人不是为了钱，这个女人可以和你过一辈子的贫苦日子。可是身为爷们的你们，真的让自己的媳妇陪你在一个不足40平方米的地方住一辈子吗？不能。女人需要的并不多，只希望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永远的幸福。可是你难道真的让他跟你过一辈子的苦日子吗？身为女人的我们，又为什么和你过上那样的日子？你当初的承诺在哪里？一个女人想要的并不多，并不是房子、车和金卡，而是需要一个男人好好的爱着她。无论什么样，她都会跟着你。可是身为爷们的你们，不能把这个当作理由，当作是你们的颓废的借口。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会苦到自己身边的那个女人的。如果有一天你成功了，我告诉你，忘掉什么也不要忘记当初是谁陪你走过最难的路，是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还继续照顾你。男人想要感动一个女人，只需要短短的一个场面而已。可是女人想要感动一个男人，却要用她一辈子的付出。女人最伤心的不是一个男人会离开自己，而是刚刚和自己心爱的男人上了床，这个男人又投奔到了别的女人怀抱。当一个女人把双腿劈开的时候，她是多么相信躺在她身边的那个你呀。男人是最爱撒谎的，每一个谎言出现的时候，他都会相信。每一个谎言出现的时候，谁会相信？是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因为她知道你在撒谎，同样还要去相信你，是因为不想让下一个谎言再次的出现。所以男人，在你撒谎的时候，不要感觉你自己编的有多么完美，不要认为相信你谎言的女人太棒了，而是这个女人实在是太他妈的爱你了。永远不要把这个当作你谎言成功的一个借口。女人等待着你们男人很长时间，她等待的是什么？是以后希望能和你在一起，在一个屋子里过着那所谓两个人的日子。
是希望会有一个女人在他的身边，这就是男人，一个很虚伪的骗子。无论他多么伤心，在冬天玩的时候，他都希望被窝里永远躺着那么一个人。可是女人呢，会为了这个男人永远的等下去，等了很久，当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个男人才知道回心转意。所以请我们所有的兄弟珍惜一下在我们身边愿意等待你们的那个女人，他们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化作等待，默默地等待着在这个社会当中无论坎坷还是困难都为了女人在打拼的那个男人。什么是爱？爱就是把一个人爱到尾，这就是爱。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首《女人的苦》，大家多多支持图图，谢谢大家。